你打我一下来。干啥呀？你就想象你是我，我是你，狠狠的敲我，打我，虐待我，快，妈，狠一点。大傻瓜，你赶紧打我呀！我不敢。对了，你我在外面也保持这个状态啊。国浩现在对我相当的没耐心，你知道吧？你觉得我信吗？你先把头埋住，我让你看他真面目。Later， 我要快打上卡啊！咋了？说好的呢？说，都在这儿了，没了。给我钱干啥呀？谁想要你的钱呀？这是我剩下所有的呢。拿回去好吗？我不是要这个。错了，真就这么多，没了。别打我！欺负成什么样子了，我都上头了，你明白吗？太白给了。我发现王金哥的所有整蛊都特别刻意，没有铺垫，也就很容易被识破，没有节目效果。这几天刚好妙界给我寄了一个新品痘痘枕，我就想着送给丈母娘，让她成为我这次整蛊的一个关键道具。接下来给我两天时间，我将为王金哥示范一下什么叫做真正的填线挖坑。我最近练肌肉颇有成效，没看出来。看啊，我这小臂肌肉很牛吗？会动的，你看，来掐一下，特别硬，真的，你掐不动。我掐不动，掐不动。这狗笑吧，疼不疼？没吃饭吗？使劲儿啊！使劲儿。刚才那条胳膊没准备好，来换条胳膊来，用牙咬这次。你确定吗？来来来来，使劲咬，使劲咬。哎呦，这。王金哥这个实心眼子啊，让他掐，让他咬，那是真用力啊！你这边给我掐的，这边咬的，上当是真上当。我还准备了一件衣服，秋衣，这边打的有补丁，衣服上还有好多破洞。一会儿咱们的任务就是不经意间让咱妈看到我衣服上的补丁和破洞，还有我身上的伤痕。接近猎物，我给妈外婆变个魔术，然后需要我干什么？你帮我拍呀、啊。妈妈绑上一个魔术，这是一瓶水，这是一张普通的纸，咱们给盖上。然后呢？哎，等会儿这个纸有点太结实了。你等会儿就行。慢慢拿起来。哎，哎，是不是可神奇了？啊，这好神奇啊！干嘛呀？你会不会不会呀？你在演什么呀？救命啊！一下打翻了吗？没没事嘛，没事嘛，这穿里面的没关系，跟我没关，不是我撕的，不是，他自己不愿意换，关我什么事啊？不是，你穿这衣服穿了多少年了啊？这到处都是洞，他可能就是爱穿，对对对，知道吧？准备行动。你这怎么？没事嘛，没事嘛。哎哎，妈妈妈，听我跟你说。坏了一锅粥，哎呀！滚，滚出我家！你有你家吧，你回你家去。没钥匙。是楼道啊。铺床带被子就睡这了。妈和外婆买菜去了，我就在这儿等。你没事，王金哥让我滚出来睡。啥意思？大热天呢，你还滚出来！我这人都不嫌弃你，你快说，我有点说这个。你看看你在外面啥衣服？被子都没。我回家，我告诉他，我回家干啥呀？你这弄得像乞丐一样，他乞丐。他可有钱了，我跟你说，还有一万多存款，你知道吗？我真没了，花完了。你花哪了你？我给妈买了一个全身都灵的妙计按摩仪。妈过年老打麻将，不一直叨叨说腰酸背痛吗？这次趁三八我送她一个，妈您放心用，这样逛完街呀，跟爸打完乒乓球啊，长途开车呀，反正浑身只要哪不舒服了按一下就好了。贴心的呀，这个按摩枕200多，剩下的钱呢我就要给你吃不完了。
伪善。我是还有钱，对吧？但是我钱都在你包里。我看看是不是在我包里，就这个，啊，塑料壳子，青砖的。假的，你以为真的呀？这个是这么玩的，一滑一道，一滑一道，你滑试试。去去去，看看有几道来。连滑两大道。你还说人家有钱？我跟你说，他们说这个金。